大家好，我是七掌柜，这次带大家来到彰化方院汉堡的天宝宫。天宝宫的主祀神尊为九天玄女，民间也有人另称为九天玄母。相传啊，九天玄女是仅次于王母娘娘神阶的道教女神，形象为人头鸟身。也有一说，九天玄女是皇帝之师，精通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、兵法战术、行军布阵，法力无边，最终帮助皇帝击败蚩尤，一统华夏。所以自古九天玄女就有道教战力第一名的女战神封号哦。当初在汉堡地区，人烟稀少，遍地荒凉，资源匮乏，居民往往生计很艰难。据闻啊，后来有一许晴是搬来此处。许晴原本目不识丁，但为人忠厚老实，受到九天玄女娘娘降机济世，对民众还同摸头念咒，祛病大显神威，左右邻舍争相求助，皆得灵验，并且奔香走告。在当时医疗不发达的年代，救助活人无数，因而渐渐成为庄民的信仰中心。而后庄民也感恩九天玄女神恩，陆续扩建出今日的汉堡天宝宫，也成为庄民共同信仰的聚会活动场所。在镜头里，我们也看到了天宝宫庙城宽阔，石柱耸立，龙神蔽体，龙柱雕刻装饰精美，前方还有石狮镇守，气势非凡。而在广场的天花板还有大红灯笼高挂，搭配缤纷釉色彩绘，让人站立在这里就能感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神恩庇佑。而再进到庙里，为两层神龛挑高建筑，空间也十分舒适哦。天宝宫的主祀神尊为九天玄女娘娘，我们可以看到九天玄女娘娘一只手拿书，代表着智慧谋略，而另外一只手向上高举，代表果断的执行力。这也是在说明九天玄女娘娘文韬武略、文武双全的象征。两旁前方则是有供奉天上圣母、张府天师、太子元帅等等的神尊。而在正殿神龛下也有供奉虎爷将军哦。另外，在面对九天玄女娘娘的右侧神龛，则是供奉祝生娘娘以及武营将军；而在左侧的神龛，则是有供奉李府千岁，还有太岁星君。接着我们再上到二楼，正中间神龛则是供奉王母娘娘，
两旁则是有释迦牟尼佛祖，还有观世音菩萨，以及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。如果大家有来到天宝宫拜拜，也不要忘记上来参拜哦。或许有些人会有一个疑问，拜九天玄女是可以祈求什么？其实啊，九天玄女娘娘对于我们的人生，不论是正财、偏财、事业、姻缘、桃花、贵人、子女、智慧，还有最重要的健康等等的九大运势，都是可以祈求的哦。所以如果当你的人生碰到困惑疑问的时候，想感受九天玄女娘娘女战神的法力显赫，不妨也可以来这边参拜求签问事哦。关于天宝宫的地址和电话，七掌柜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提供给各位哦。而如果你看到本集天宝宫的介绍分享，让你有和神明产生了共鸣，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天宝宫以及九天玄女娘娘。或者是如果你有到过天宝宫拜拜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七掌柜哦。最后还是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喜欢掌柜拜拜过的内容，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接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。有你的支持，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过，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庙给大家哦。我们下次见。